两条海底电缆被大陆渔船货轮拖断，通讯因此中断了两周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昨天质疑马祖居民沦为二等公民，国安危机升级，未来如果有重大的灾变、军事紧急状况要怎么联络？民进党团反批，从断裂频率研判几乎是故意的行为，呼吁大陆政府拿出管理能力。